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振东清点日军尸体时，发觉人数对不上。子清告诉他，刚才有日军发射了信号弹，说明这里还有日军潜伏，这批被全歼的日军只是掩护。史村带着两个士兵借着月光在警戒区继续潜伏行动，振东等人在墓穴和日军开战。子清带着战士在潼关的三岔路口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树洞里的史村等三人在饥寒中挣扎。日军的飞机又一次轰炸潼关，潼关城里防道屋塌，血肉横飞。众多百姓堵在兵营门口，要求子清下令开炮还击。我啥时候背诗呢？诗是怎么背的？我看看诗背的咋样了。我问你，彩饼是啥？彩饼啊，这句话的关键呀，不在于啥是彩饼，关键在于月亮像彩饼一样，在夜里的湖面上画出五颜六色的影子。哦，那你也没跟我说啥是彩饼啊？我问你，彩饼啥样？彩饼。就是彩饼嘛，彩色的饼嘛。你给我画出来，画这彩饼都不知道。看啊，这是铅饼啊，彩饼就是彩色的饼。那念笔啊，你们念笔舌头。彩笔，这诗背的咋样了？不懂，背不下来。这背着呢吗？我问你，你说我要把这诗背给杜兰云听，他还能生气不？他能美不？你还想着杜兰云这个事啊？昨天晚上我教你念诗的时候，我忽然就想到了，你要走的那第三条路是个啥路？啥路？古书上说呀，有那么一种女人，不管你咋，也不能娶进家门，但是不管你咋，你也忘不了她，你就是想她，没白天没黑夜的想啊，一直到死。咋了？到死咋了？知道古人把这种女人叫个什么？扫把星？不是，克星。也不对，都死了都没娶进家门，那就是克死的。你不要老想那些个坏的，你往好了想一想，知道古人是怎么想？咋想？古人叫他红颜知己。四个字儿，日本人。这不是个名字，是个名词，红颜知己。哦，词儿啊。你就说点简单的，说个名儿我听得懂的，说说。我说了名字你也不认识。我认识，你说吧。苏小小，南齐人，你认识？哪村的？李师师，北宋人，你认识？宋朝人，那我认识个球。还有明朝的董小宛啊，李香君，陈圆圆。等会儿，这叫啥？李香君，这名好，香。李香君，李香君，你听，杜兰云，李香君，这俩名有点像。李香君、杜兰云，这都在一个折上嘛。这个好，像这样的名还有没有？再说两个，那就多了啊。有现在还活着的，赛金花啊，小凤仙，你说的这几个，不像正经人家姑娘。可也是啊，怎么这些个红颜知己都是青楼女子呢？啥意思？
哎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。这样跟你说，就是说，所有你喜欢的，但是娶不进家门的女人，就都可以算是红颜知己。哦，红颜知己，这知己我明白。那为啥叫个红颜呢？漂亮嘛，如花似玉嘛。你能说杜兰云不漂亮？你看看这个小眼神，一定又没往好了想。是，你才没往好了想。那你看啊，你说的那个红颜知己，跟你诗里的那个万啥静，万籁俱寂，他不像个人名儿，他听着怎么好像差不多似的啊？那是什么万籁俱寂名词？你听听，多矫情，多装怂啊！啊，我就是想让你给我琢磨个名儿。我呢，以后叫杜兰云，不跟别人叫的一样，我单独叫他个名儿，简单一点，喜庆点，像个人名的。我想了一个，你帮我听听。那你想的是什么？小红。小。咋样？小红，咋了？挺好，小红，小红挺好。好吗？挺好。好还笑？我觉得小红挺好。真好。小红嘛。正好我就这么叫了。随你。哎，你快再给我说说，我把这诗背给他，他能是个啥反应？那要看你是咋几个病啊？你是站着背啊，你还是坐下来背？你是大声的背啊，还是小声哼哼着背？你是就这么低着头背呀，你还是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给他背？我肯定是站着背，抬起头看着我的手给他背。那我想不出来。你也甭想，我也等不了了。我去了。你别猴急蛇嘛，你这。那你去吧，你去吧去吧。我也想看看这站着看着自己的手，这爱情事可咋个背。开始吧。好，好。那个，稍等会儿，我嘱咐他们两句啊。今天没有婆娘给你们看了啊。但是也没关系，你们呢，就当有婆娘那么给我跑，又不是跑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别让人家看咱独立大队的笑话，更别让我觉得你们就是一群会交配的大牲口。方振东，拜托兄弟们，啊！大哥放心，跑！第一组，上炮！Thank you.
根据情报，鬼子明天很可能会强渡黄河，对潼关发起进攻。咱们的重炮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射击参数啊已经设定，昨天我们还在后沟进行了试射校准，可以做到分毫不差。好，那就等明天鬼子强渡之后，我们实施重炮攻击。鬼子的火炮如果还击，对我们的重炮有威胁吗？哼，不可能。 咱们的重炮射程接近10公里，远远超过小鬼子火炮的射程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你去准备吧。是。大将，是。貴様ら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。敵重砲基地は。 我方の攻撃により全て破壊した。貴様らは心置きなく黄河を渡り、道管を攻めたつもり。はい。どうぞ、こっち。 多亏你了，客气啥？打鬼子守潼关，这是咱们应该做的，不光是我，咱们潼关所有的老百姓都有这个责任。是啊。对了，这次能顺利的完成任务，多亏了他们独立大队的人。振东，快过来看看。 你们运回来的重炮厉不厉害？这，炸死这帮狗日！对付这帮骚，咋还用这办？会和他好好说话呀？说的挺好。
哪儿捡的？后宫，后下头。能看出啥来？这是日本的军用罐头，松板屋马自扎克亚。我在粮站见过。这是日本兵的作战口粮啊。鬼子来潼关了。同志大队集合，拿家伙去后院。等下。等啥呀？ 这都到家门口了，还等啥呀？你让我说完好吧。刚才我也只是推测，到底是不是鬼子兵，我不知道。即便是，他们来了多少人来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沟一共有78条沟，你怎么去一条一条的找？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是要跟万子晴汇报汇报，商量一下。不行。 这块肉是咱们发现的，你跟他说，那这好事儿到底算谁的？你出去一下啊！你出去一下，来，出去。 郑东，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深深的顺着你，依着你，但今天不行。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万一是鬼子兵进了潼关，别说是我们独立大队，就是正规军独立营也未必干得过他们。你吓唬我？我一点没吓唬你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件事必须得去跟万营长商量商量。你不想去，我去。 你快一点做决定吧！我真的没骗你呀，小爷。胡进才分析的有道理，日本人可能已经到了潼关。可你的房先生怎么没有一点反应？也未必是我的房先露过来的。这两天他们停了炮，我还觉得奇怪，专门增加了巡逻的兵力，看来还是没防住。 这日本兵混进潼关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很有可能是冲我们那四门德国重炮来的。狗日的！张连长，你马上回重炮阵地，立刻坚壁清野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下山。切断一切和外部的联系，包括粮食和水的供给。 日本人要是真的到了潼关，而且他们的目的是我们那四门重炮的话，麻烦就大了。
一定要做好长期鏖战的准备。如果日本人摸清了我们重炮阵地的具体位置，我们就彻底被动了。重复命令。是。坚壁清野，切断供给，终止一切和外边的联系。还有，有可能的情况下，把炮弹和重炮分开的远一点，以免遭袭时引燃我们自己的炮弹。是。要不要派人手给你增加防守？ 不用了吧，我那山上有30发命战士，再加上独立大队的几个兄弟，人手应该是够了。再说了，现在突然调兵增援，也容易暴露目标啊。好，邢务兵到，派一名战士带两挺机枪跟张连长回重炮阵地。是，张连长，回去的时候别走老路了。知道。 坐吧。不是，我站起来干啥？独立大队继续和炮兵连续练，今天这个消息就不要外传了。我们几个知道就好，这点很重要，包括独立大队的士兵，好吧？哦。杜兰云那边要不要跟他说一声？我一会儿跟他说。 好吗？振东，我知道你打心眼里不愿意。没，我看得出来。但是如果你们要擅自行动的话，万一和敌人交上火，我们就很被动。现在这种局面最好，我们就佯装没有察觉，只是把炮停了。我会尽快拟一个诱敌计划，大家通力合作。 全歼敌人！你放心，振东，这回这事儿一定有你一份。我再叮嘱二位一句，千万别要轻举妄动。哦。你别管说话，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样。你看他刚才那样了吧？啊，以为自己是诸葛亮呢，要没咱俩给他送信儿，他就是个瓜怂一样，瞪着俩眼睛死那破黄河边上，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重炮阵地吧，我是万子清，情况怎么样？炮，等张连长回来立刻给我回话。啊，别忘了提醒他。 粮食和水一定要备足，让他做好长期鏖战的准备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赶紧通知你们的人，最近没事别出来了。试枪的工作也先停了，我事情比较多，就不过来了。最近，你要注意警戒，加强安全。我同意你的分析，鬼子孤军深入，绝对不是冲着我们小小的机械修理所来的，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企图。 什么企图？左右夹击你的河防工事，里应外合，攻占潼关。这我还真没想到。不过从河对岸通报过来的战况看，鬼子没有任何集结兵力的迹象。那也不得不防，人数查清楚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估计人数不会多。那你赶紧回去查一下，我也赶紧准备一下。 路上小心啊！好。这个字念外。 万籁俱寂的万，万紫千红的万，万字呢有很多种写法啊，也念万，这个呢。 还是念外。
百家姓里姓万的万，万佛泰、万子晴啊，都姓这个万。你呢，照说也应当姓万。我不姓万，狗才姓万。换一个，不学这个。啊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换个新字啊。这个字儿，念声万，不学这个，会了。不对了，这就不念万了，这个字儿念方。仪态万方的方，方方正正的方，方圆规矩的方。啊，你也姓方，你娘也姓方，方正东的方。啊，嗯，方呢，跟万很像，差别就在头上这么一点儿，像一把刀啊。这方跟万区别就在，哎，这把刀。嗯，方。就是给了万一刀，哎，这字儿好，行了，知道了，换个字儿啊，再学个新字儿啊，嗯，来看看，这个字儿念声，你快点吧，忍，日昂，忍。心字头上一把刀，是为忍。人要想做到忍，你就得让人插刀啊。我明白。就像是今天这事儿，明明是咱发现的鬼子，还得去告诉万子清教咱咋做。这就叫忍。对，这就是他给了我一刀。那不念忍，那念忍啊！对呀，日恩忍嘛。这发音你就别教我了。啊，还要学就是。哟，杜姑来了。啊，那你们聊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咋来了？鬼子潜入潼关的事儿，我也听说了。你能第一时间主动和万子清沟通情况，我还真挺替你高兴的。看来你在三十八军没白待。哼，来给我上眼药了。那就算是吧，随便你怎么想。之前我心里一直担心你跟子清闹别扭，怕你们赌气误了守潼关这件大事，看来我是多想了。斗气归斗气，但你放心，绝不会误事。嗯，你还真认起字来了。你不知道为啥吗？上的，你不在屋里头暖和，在这儿出这个病，你出什么风来？我就想试试这天到底有多冷。你说这小鬼子真进咱潼关了？应该
这真是吧？这天寒地冻的，你说他到底来咱家干啥来了啊？你怎么总几个问我这个问题？我咋几个知道日本人来这儿干啥呢？你看啊，咱都是人，都怕冷吧？ 啊，没吃没喝，天寒地冻，这外头又是风又是雪的啊，他藏哪儿？啊，我咋就不信？那马鞭草捡那个罐头盒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嗯，有可能啊。这日本人不是有个飞机吗？他可能是在那顶上吃完的，那么随手一扔。 哎，掉后沟了，那就很有可能。那可是马鞭草说了，它是从土里挖出来的，而且埋得很深。马鞭草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它能下水？嗯，要是真这样，这事儿还真大。嗯，那你说杜兰云白天来，他是啥意思？ 你咋几个又拐到杜兰云身上了？这不是顺着想的吗？他肯定是担心我，有可能也担心万子清。嗯，你说他是担心我多一点啊，还是担心万子清多一点？我说，你们两个人他都担心。 更担心谁？找我啥事儿啊？你娘好吗？挺好啊。嗯。你帮我个忙啊？啥忙？你先说你答不答应？答应啊。 那答应了，就不许跟别人说，包括娘也不能知道这事儿。啥事儿？都答应了还问，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走。去哪儿了？走走走。他大舅，他二舅都是他舅，高桌子，第八道。 都是木头！哥，发那儿什么呀？你到底要干啥？带小媳妇回娘去。你别跟我开玩笑，娘还等着回家做饭呢。香，嗯，生哥气了吧？啊，哥没娶你，特恨哥吧？生气又能咋样？气过了不也就不气了吗？哎。 你不打算回家了？不能认怂啊！你一辈子都不回？你不想咱娘啊？想。那想我吗？问你呢，想我没？想。那啥。 真想去杜兰云啊！哎，我还真怕吃不上这天鹅肉。我说你都知道，哎，你这为什么非要做这事儿啊？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？那哥就这命，我也想走别人踩过的路，但是走着走着。 就上了这独木桥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。反正你自己心里不觉得苦，高兴就行呗。你咋是个这货啊？啥货啊？我咋了吗？你这把刀啊！ 将来也是杀人不见血，够狠，够锋利。
坦然呐。我说你今天到底想干啥呀？把我带到这荒郊野外的算什么？从现在开始啊，别说话，啥也别问，我让你干啥你干啥。哦，哥，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啥吗？咋又问？那我不是想起你第一次带我到你家来，那也是这天儿，我还骑着这头驴，你忘了吗？哎，没忘，这咋能忘？啊，这一晃都是五六年过去了。差不多。我问你，怕死不？啥叫怕死不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嘛？哼，没事，我随便说说。万一出点啥事儿，咱俩死在荒郊野岭的，你说多美啊？这，咱俩死就死呗，能咋？好干哈？心虚了是吧？我知道你想干嘛。干啥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肯定跟打仗有关系，对吧？我看你那样子就有。嗯，是我妹，是祁同寨出来的。来，你哥拿着。你干啥去？啊？干啥去？啊？你要。这是重炮阵地的位置，这两个山包啥也没有。现在我有一个方案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按常规呢，我们每天都要往重炮阵地送饭。我想从今儿起，饭照送，但是不往重炮阵地送，送到这儿来。日本人肯定埋伏在这周围，所以他们能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。在送饭的同时，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做一些真实的细节，比如说换防步兵、运送炮弹、日常操练啥的，吸引鬼子的注意。我会在这个山洼里头提前埋伏下重兵，鬼子一进入伏击圈，我们就四下合围，一举全歼敌人。好，好是真好。要是日本人不上当，所以这就要看我们做的到底真不真。这种事情，你们刀客不是最在行吗？那当然。但是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另有任务。你得带着独立大队的弟兄，埋伏在这儿。一旦鬼子进入伏击圈，你必须从侧后翼包抄，跟我们形成合围之势。嗯，不行，这样看着我，我容易说不去。我去，阿虎，
这次的计划很危险，一旦露出破绽，最先牺牲的一定是你们几个送饭的。所以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带上短枪，藏在车里头，万一交上火，也能抵抗一阵子。一会儿我就带人在这里埋伏守候。你放心，在战斗没有正式打响之前，我一分钟都不会离开这儿。 哦，那好，你去准备吧。没事，走。哦，振东，你是不是看见日本人？ 我说了让你不要擅自行动。我是不信，才过去看看的。你是独立大队的队长，军人，你懂不懂什么是命令？你嚷嚷个啥？我没那么傻。我换了身衣服，没人知道那是谁。你看见啥了？脚印儿，估计有30来人吧。按那深度。 看上去都扛着挺沉的东西，一定是炸药。这说明，鬼子就是冲我们重炮阵地来的。振东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潜伏进来， 这猫捉耗子的游戏就不好玩。你想事了，不睡觉？你说这小鬼子不会偷袭枪械修理所吧？这个呀，上回你说那个叫啥之极？ 红颜知己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就记不住。我光记住知己了，这红颜这我记不住。红颜的意思就是长得漂亮啊，让人看了就心疼。嗯，你说这鬼子到底能藏到哪儿去？啊？你可真行。 一脚天上，一脚地下，一会儿我压，一会儿天鹅的，赖飞呀！我实话告诉你啊，这事儿，打从我第一次过黄河那天我就开始想，说到今天也快有2年了吧，我咋都没想明白。你说这帮日本鬼子跑咱家到底要干啥呀？啊？ 没吃没喝，天寒地冻。你说这时候在家烧个炕，喝个热乎酒，搂着媳妇儿，多美！你跑这儿来造什么罪呀？你说，你呀，你就别操日本兵的心了啊！你好好操操你的心吧。我咋了？你。 大白天带人去侦查，咋就不带上你那红颜知己来？哈，那杜兰云她也不像我媳妇儿。你看，你看看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啊！我发现你这读书识字的人怎么那么坏，心眼那么多。 我是心疼人家麦香，你这肉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你得给人家生口汤吧。你心疼麦香，哎，你是不是对麦香有意思呀？要不你受受累，这辈子你先照顾她，我等下辈子。
你把麦香当个物件送给我了，你还当真？我送给你，人家得跟呢。不要说话了啊，我睡着了。下辈子吧，下辈子。 我拿他当奶奶供着。みんな寝るんじゃないぞ。ここまで寒いと寝たら凍傷になるぞ。もっと寄り添え。 できるだけ小便はするな。体に溜めておけ。体温を維持できる。わかった。はい。这黑我全上放针抹的。有来就得来真的。哎，多可惜了，粥就别放了，放两桶水就成。就是嘛，全放针的那得花多少钱？哎，王小东。 就这么三个好玩意儿，你全拿上了啊！行了，让他拿着吧。走吧。我等一下。这个，你拿上吧。你拿上吧。 还有啥好玩的？哎，多留下。没有了，金球挂大的。没。我跟你说过啥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不许贼眉鼠眼的乱看，要不停的说话。说啥？说，你就说说你跟麦霞的那点事吧。你这张嘴呀，死了也活该。这东西我不认得。 走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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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说还有这段呀？你少废话，别看，打死。我们是送饭的，送饭的。我们演的还像吧？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？凭我多年走镖的经验，对面的山坡上肯定有埋伏。你看见人了？人我没看见。那你凭啥判断？那个地方比其他地方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我们就回呀。对。哎，先别走了，在这待着吧，说不定他们晚上就摸过来了啊！来。やつの逮捕陣地の方位が分かりました。今晩行動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。二三日の観察がどうですか。我々が同館に潜伏してから何か隙を与えただろうか。もし奴らが我々の存在に気づいていたのなら、おそらく罠に違いない。問題ないでしょう。もう一度食料を分配するんだ。冷静になれ。もう一日様子を見るぞ。はい。はい。是后半夜了吧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你冷不冷？哎呀，我习惯了。那明天这饭是送还是不送？看这样，可能还得送。你还出来干什么？哦，我随便看看。好。传我命令，所有人把眼睛睁大，不许乱动，不许睡觉。去。是。谁都不许动！哎，你们俩别说了，精神点啊！谁都不许动，没有营长的命令，听到没有？哦。哎呀，我怎么突然想尿水了？哎呀，憋着吧，越冷越尿水，还越穷越倒霉了。去，别说。那这要是今天还没有动静，明儿个还得来。那当然了。这人要是三天三夜的不睡觉，他怕是顶不住吧？那咋的？要不你今天在家睡一觉，我替你去。是？你也算了吧。你要有个胜，你家人能饶得了我？
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他哄俺们呢吧？你看着像吗？像。咱今天给他加点码，多几个人去，这才叫像。哎，这个主意好啊！个屁！多俩人陪你，你踏实了吧？嗯，人多好吃饭，捡起毛凑胆子。等等。这倒是像个炮兵啊！是装弹的吗？滚蛋！赶紧走。好，坐。哎，坐坐，拿来。来，坐我。啊，走了。驾！长官，歇一歇吧，坐不动了。啊，就这儿啊，就这儿。三位，别看，哪儿有名往这儿看。什么样？哎，往后看，鬼子就在你后面呢。打死我，我也不回头啊！你还不如就打死我，这是活活吓死人。行了，快走。歇一歇再走嘛，歇啥歇呢？回头打的你肉夹馍都吃不了。歇什么呀？一会儿饭都凉了。走，快点走啊！还没演够，快走。该你就这天，快点快点，该你了，去了，快快快快，我去走走吧，走了，来了。来来，使劲啊！使劲，哥，驾！使劲，走，推，使劲，推，推，走啊！来一把，你快点，使点劲儿，使手拉一下，使点劲儿，你走，不能拉，日本人看着呢，我拉露馅儿，使点劲儿，走啊！使劲，你，驾，使劲，冲吧。你给他一鞭子，使点劲儿，走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我刚才的确看见，对面的山坡上有鬼子潜伏，三个人，是鬼子的侦察小队。振东，你们还是从山口走，独立大队那边需要你指挥。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。他们应该今天晚上就动手。记住，枪声一响，你们立刻赶回来，封住山口，争取全歼敌人。
あと2時間で夜になる。食事やめ。銃の点検に入れ。はい。飯は停止。銃器の検査を始め。よろしく。頼む。しかし、赤色信号弾が空に上がるのだけは見たくはないな。少佐ご安心を。我々期待を裏切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。少佐、数人残し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。もしできるのであれば、爆薬をもう2箱こちらにくれないか。予備兵としては我々はこの人数で十分だ。はい。天皇陛下、万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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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营长，都这个点了，会不会不来了？沉住气，一定会来的。去！
天皇陛下万歳。